参加呢，比较熟悉的就是钟馗嫁妹哦。那钟馗嫁妹之外呢，还有他的一段，就是呢，那嘞钟馗他有收五鬼哦。所以呢，那一波那款的穷苦的时阵，真侪拢是比如说我们新庙啊来开庙门哦，因为什么，他可以避驱邪挡煞哦。在一般的心中，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威灵哦。那在有很多呢，像比如说刚有跟大家介绍，在很多新庙哦，比如 K 和尚就是我们的西尊，都会呢请钟馗去开庙门哦。其实呢，钟馗给人的印象，他就是一个挡煞辟邪。那大家比较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钟馗嫁妹哦，钟馗嫁妹，钟馗嫁妹的这个由来呢，也非常非常特别。钟馗他有一个妹子，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呢，他呢，脸上呢长得比较跟一般不一样，所以呢，他虽然已经中科举了，但是呢，当他上朝的时候被皇帝吓到了，所以皇帝呢，就把他怎么样，就把他处理了哦，我们应该怎么讲，就把他处理了。所以呢，他到后来呢，他妹妹并不知道说他哥哥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在他的一起去求学的这一群的同学当中，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一群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呢是他非常信任的，他希望呢把妹妹嫁给这个同学，所以呢他呢就有现身去跟他妹妹来相会，告诉他说要跟他这个同学呢一起怎么样，一起过的好日子哦。所以呢，当他妹妹在出嫁的那一天才知道说，原来他哥哥已经不在了哦。这个时候有一个兄妹上面的一个情感哦，那他的那个很多，为什么后来他会受封呢？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民间，就比如说包含皇宫里面哦，发现了什么皇后的东西不见了，发现了很多呢很难用呢科学的事情去
处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后来钟馗呢，他就去收服了这些我们所谓的很多看不到的，所以呢，他才会有我们钟馗来收五鬼哦。有时候要花钱买门票也看不到的表演哦，来恭迎我们朱府千岁莅临淡水平安师庆赞红毯，由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执事代表手持清香哦恭迎在这边呢也祈求我们朱府千岁呢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呢所有的如下众弟子，以及我们现场来自我们全省各地所有爱好庙会文化的信徒，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哦。所以谢谢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哦。但有人呢对教班会哦也蛮好奇的哦，教班会就是更教的，刚刚知道不？咱诶，计传迄更。